让朋友藏在电梯里，准备吓吓徐二木。咋了哥？不是，哎哥，你帮我取下快递呗，我忘取了。我不去，你就自己去呗。哎，电梯坏了，我懒得走楼梯。电梯坏了，我刚才坐电梯上的。你骗谁呢？电梯早就封了，你就找借口。我带你去看看去，走。不对呀，这电梯咋可能坏呢？哥，你没听说吗？下午电梯维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电梯井绳断了。有个腿脚不好的老太太和电梯一起掉了下去。哎，那老太太太惨了，被那个电梯压的。哎，对，就像这样。我感觉我好像碰不干净的东西了。啊？我刚才真坐那个电梯上来了，我看着我坐着轮椅的老太太。哥，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我不是没睡醒，太害怕了，我可能真见鬼了。哇哇！你搁我屋干啥？我有点害怕，咱俩今晚一起睡。哥，我已经成年了，咱俩不能搁我屋睡。那咱俩上我屋睡去。哥，咱俩今天就在沙发上睡啊，你躺这儿，我躺这儿啊。你不行，我搁沙发上根本就睡不着。哈哈，没想到还是睡着了。于是我叫来朋友，继续整许二木。Later。我操！你高头戏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真没有实力呀、啊！你都不敢跟我正面对抗，你玩个屁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